啊，你瞅着点啊。怎么瞅啊？杨瑞到现场要是没有自动，那他就撒谎了。咱爬坡都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带了就这个。自动调高是不是？对，就上坡下坡它能跟下来。咱就试这个功能的，其他的没有。你省那次空照。啊，集合过程中关预热那个是怎么回事？这咋走了？原理给整走了。你这箱它没调好，你让它走干啥去吧？正常没事。自发的活，走个鸡巴，来他妈就，一看我来了，就让我把这活给干了。我就烦这种机器人，板子现场坏也不管，知道吧？就他卖完板不好用，他收钱。好，后期让咱公司。